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今天也跟我一起玩吧。朋友们，今天艾丽做的是手镯，手镯真的是艾丽亲自做手镯的。那么做手镯之前呢，需要什么材料呢？稍等一下啊，首先呢，哒哒，朋友们看一下，你们都知道吧？艾丽准备的是各种各样颜色的吸管。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哈，好。还有呢？嗯哼，卷笔刀。还有呢？咚咚咚咚。运动就有三个的话，就可以做手镯的。那么现在开始要做一下吧。那首先呢，用卷笔刀来做一下手镯。那先要选一下吧。艾丽呢，当然先选一下这个黄色的，这里是我要剪掉。嗯哼，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吧？怎么用这个卷笔刀？一样一样，就把这个吸管呢，就当成笔就可以了，铅笔哦。哇，朋友们看到吧？都好了，都好了，差不多好了，差不多好了。OK， 全都好了。到这里，哇，朋友们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哇，那就这个是要这样，噔噔噔噔，朋友们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那快点要试试啊，噔噔，哇，非常非常漂亮啊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那么艾丽现在用别的颜色来做一下手镯了。那快点要再一下哦。哇，没想到啊，真的很漂亮哦，看一下。现在开始呢，艾丽要做另外一个手镯，黄色、红色，然后再选黄色、红色，这样吧，这个方式都是不要了。好，朋友们，这次呢需要这个烧烤油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用 window。对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用 window 的时候呢，一定跟父母一起哦。先把艾丽准备好的这个要放这边去，然后把烧烤油纸，艾丽准备好的吸管也要这样子折一下。艾丽呢，现在全都准备好了，那么把这个window来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看，哇！朋友们怎么样？哇，颜色是不是太漂亮了？再做别的颜色吧，黄色、蓝色、黄色。艾丽呢，准备好了，那再弄一下哦。差不多，那要反过来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个颜色也挺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最后的彩虹手镯，哇 ！OK， 那噔噔，艾丽准备的是这个。对，朋友们，这个也还需要的啊，你们看一下。
就在这部分。哎呦，有了是吧？然后这一部分也需要打工。好，哒哒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艾莉又准备了这个球袋。啊，这边也要这样做一下。朋友们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艾莉要来试试看哦。哎呦，怎么办？这样是不行的，那就没关系的，还有两个呢，这两个呢一定要成功。OK， 咚咚，朋友们，怎么样？跟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最后，艾莉准备的这个，也要试试看一下吧。嗯哼，朋友们，怎么样？这里也不错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。哇！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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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艾莉呢？现在哦，这个拍完以后再做很多手镯了。朋友们，你们也一起做一下吧！哇，满意满意，漂亮吧，漂亮吧！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做的吸管儿手镯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东西跟大家见面。朋友们，拜拜！嗯，已经。今天我。